听耳黑一些。不是，你们看到画面是我投屏的，知道吧？手机上看那肯定不是这样的，手机上看的话就会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什么？我们先来看他一首。一个月前，我许下了一个美丽的愿望。他许下了一个美丽的愿望。我是 PD。一个月前，我许下了一个美丽的愿望，50万悬赏能让我瘦到180斤的教练。然后收到了这条信息。表老师，快下载这个黑色游戏，赢了就能解锁月瘦80的奥秘哦。是正经女教练会鞭策刘某的那种吗？虽然戚薇从未有信是我的好友，但我还是信了。毕竟，大妹子能有什么坏心思呢？兄弟们，搞起来！刘某一个猛子就扎了进去，然后玩家大人 PDD， 由于您被砍了60000多刀，要恢复后才可以继续游戏哦。你也可以邀请一位您的好友进入游戏，帮您解锁奥秘。能共享我月寿80奥秘的，一定是个感谢皮皮辣条厨子。哎呀，这个小青年，你有点调皮嘛。帅哥是什么？我带你来玩一款好玩的游戏，好吧？我是大司马。本来我在家中喝着饮料上网课，突然一下我被拉进了个黑色游戏。什么鬼？如果月寿80， PDD 好歹是个弟弟，我大司马岂不只是一下马？朴老师，你有没有听过一种盘叫杀猪盘？我这里有款蓝色软件。哎，毛老师呀，你有没有听过一种马叫做立刻下马？搞起搞起，准备起飞。我策略都想好了，黑色沙漠 MMORPG 嘛，关键就是抓住一个字，干。大怪不要赶，小怪不要停，不管 PVP 还是 PVE， 都是抓一个手感。一斧4个小弟弟，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马老师来为大家做一次示范。灯光舞台走起。夏天到了，又到了六代骏马成熟的季节，给大家表演一首正方形抓马。在黑色沙漠里抓马，关键就在于不要太抓马。我觉得啊，这个马老师还是考虑的比较周全啊。这个作为一个战士啊，他肯定是需要一个战马嘛，啊，对吧？当你拥有一匹马，你就可以征战沙场。当街溜子，你也可以浴血奋战。采集果子，奋起反击。帅翻妹子，你在干什么呀？你在搞什么东西嘛？哎呀，真的是！哎，你以为我是捞，其实我是钓。当鱼竿、鱼线和水面形成一个黄金三角，什么妖魔鬼怪都逃不掉了。玩家大人，系统检测到您的血量已恢复，请问是否需要和您的老伙伴一起探索黑色沙漠的奥秘呢？奥个锤子米！我今天就要给他一个教训。嗯，4月26日来黑沙和我学正方形打野。4月26日和我一起来黑沙揍老马，席卷欧美日韩的大事件 MMO 手游，没错。好，我们需要连麦了。OK。下面马上，没有没有。喂 ，Hello。等一下，人没到呢。怎么说，这个宣传片拍的还是挺好看的啊。我是战士，蛇蛇
蛇皮起飞帮。嗯，手机看你，我这个是投屏的，所以投屏的话把它放大了，所以你看上去稍微显得有点模糊，但手机上完全不是啊，手机上是很清楚的，你下载一个你就知道了。今天刚刚公测啊，你看这个游戏的人物的制作看到没有，哇这个多棒啊，你看他跑步的时候，你看停下来的时候，你看这个人物啊做的非常的细啊，非常的细，你看这一看就是大制作，很到位，对吧？很到位。再看一遍啊，不，我们进入下一环节了，你们等会儿自己看啊。我们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王老师，你看一下他是不是大？哎，你好 ，Hello。啊，马老师，我们现在稍等一下，小老师还没过来呢。什么？什么？小老师还没有过来，我们稍微等他一下吧。好的。好的。哎，怎么会有一个回音？嗯？声音很小。没有开变声器啊，但刚才为什么回音是一个女生的回音，很奇怪，很奇怪，没有回音，没有回音，没有回音。王者小泥巴，王者小泥巴，收到请回答，小泥巴，没声音，来来，没声音，看看这个游戏的制作效果，看到没有？你看这个，你看啊，手游能做成这种，你看跳。嗨，萨瓦迪卡。Hello， 王者小泥巴。Hello，Hello， 我在捏脸，我先捏个脸看一下啊。你先捏脸。你先捏脸。啊。好，我也捏。好 ，OK。我也捏。哎，怎么会有回音呢？喂，我可以听到 ，Hello。可以听到 ，Hello。哎，我声音清楚吗？张老师，我声音清楚吗？声音很小。声音很小。声音非常小。非常小。怎么会有这个回音啊？喂。喂。哎，什么情况？不是，不是我这边，不是我这边。嗯。皮肤滋润一点吧，哇，太润了。Hello，Hello， 听得到，听得到。可以听到吗？可以听到。没声，没声，没声，没声。热身吧，我们选择女性。我当前锋，艾丽恩会保佑我们的。练习，可以捏。我来先捏个脸啊。变更外形，查看服装都有。有这个发型看上去不错，短发，哎，这个一般般。马老师，这个一般，这个一般，嗯。你上次练练，说你的艺术感不错呀。艺术品。哎呦，哎呦，呦呦，回音怎么回事？是谁的回音啊？这谁的回音啊？这个发型可以。肉唇会比较好一点，不不不不，我想肉唇。不
等一下，这个发型看上去还可以啊，都是很性感的。我感觉有点像，眼睛，嘴角上扬一点好看。现在很流行那种，现在不是流行那种M唇那种三点吗？完了，毁容了。等一下，等一下。Okay. 现在很流行M。呀，对。毁容了，毁容。好好捏，好好捏，好好捏，好捏，好捏。完了，怎么？哎，重置一下，重置一下，失误了。这个嘴巴的话呢，有小一点。没正确。可以。在你的沟。微调一下，微微上扬。这个鼻子是不是大了一点呀？微微上扬，微微上扬。嗯，女生鼻子大了感觉不好看啊。那肯定不好看的呀。微，对，微微有一点笑容。哎，眉毛、啊。这样好像就会甜很多。我感觉有点抿嘴了。这个就变成我的眉毛了，你看。这个眉毛不太合适。我的山字眉。要离得稍微的近一点。这个不是啊，这个很有挑逗意味啊。啊，那种下巴是要尖吧？那种还是要想要征服他圆一点啊，圆一点。什么？竟然说什么圆一点？圆一点比较胜负欲会比较强，胜负欲会比较强。脸型的话，哎，你好好看，很好呀，这个捏的很好呀。一个姑娘眼睛这么大吗？看一下我。你不懂，你等我捏完看整体效果。我选一个最御姐的。这啥呀？你的感受？哟，这个女版韩继龙啊！这个感觉有点僵硬。哇，这个就很委屈，像 Internet Princess 的感觉是不是？有种楚楚可怜的感觉，就他委屈了。哎、怎么感觉怪怪的？需要骑士来拯救。感觉怪怪的。王老师，你捏的是什么呀？你别急，别急，我还没有那个。我爱心状的眼睛。我要选个女武神。但为什么我会听到女版的自己在讲话？女版游侠的衣服好看，我选游侠了。你给她瞳孔可以换个颜色吗？嘴巴要给她调整一下，感觉这个背比就在嘴巴上面，我要给她睫毛长一点，会不会太熟了？微调一下。对呀、啊，都是睫毛长。她这个为什么？睫毛长的眼睛才会放大。是吗？对呀、啊。Okay. 哦，你很懂化妆哦。我不懂化妆。嘿嘿嘿。老板。有个性。哦，哎，打个眼影。你好像不能看体型。那是很懂呀，眼影。一点点啊，一点点，这个卧蚕的感觉就出来了。卧蚕，我天，有没有卧蚕？哎，这个就还可以。哦，这个一下就社会很多了。怎么样？这就感觉怎么样？瞳孔要不要和发色一个颜色？感觉怎么样？哦、有一点点很僵硬吗？淡淡的腮红很僵硬。哇，这个妆有点浓了。换发型。哎，怎么样？哇，这个感觉很、这个、很不错、啊，很舒服。可以。啊。有点可爱的感觉。嗯、什么唐小优？真的假的？这个整体看上去就很棒。你确定？嗯。哇，我这个捏出来的造型怎么说？应该没有人捏的比我更好看了吧？哦、okay.。浓度，眉毛的浓度。哇哇，好看哎！这是你的 first love 吗？哦，超级了 ！Holy shit！ 可以让所有我们一起来捏。好，兄弟们，这个时候就讲一句，你要点击左下角的悬浮球即可下载游戏啊！当然也可以前往微信首推应用宝、腾讯视频、新月及各大应用商店搜索“黑色沙漠”下载，甚至还能到腾讯先锋秒玩云。我们来抽奖一波，
各位，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抽福利了啊，扫描下方二维码就可以下载游戏，然后呢当前也可以前往微信手 Q 应用宝、腾讯视频、星月及各大应用商店搜索黑色沙漠下载，甚至还能到腾讯先锋，秒玩云游戏领取不同渠道的下载奖励啊，也可以在各大官方社区下这个带黑沙社区嘉年华话题参加这个锦鲤抽奖活动。好，然后给大家准备一波这个专属礼物啊，输入 DSM VIP 66666，这个24680十个六，DSM VIP 十个六就可以领取啊，记得加蛇皮起飞公会啊。好，走，我们弹幕抽奖一波，输入搜索探索黑沙大世界啊，就能抽取三张面额100 Q币的奖励。我们今天抽奖抽四次。抽四次，我们先来，现在第一波，我们的奖品是，感谢 B 站看老马录播四年的飞机，我们的福利是100 Q币，100 Q币，然后三个，啊，然后全部水友，然后，搜索探索黑沙大世界 OK 好，准备开抽啊，准备开抽，等一下啊，我们继续捏捏，你们准备好啊，好，审核通过，开抽。说实话我这个念的感觉怎么样，客观评价一下，你觉得你的完成度有多少？哦，侧面不要看，哦，你这个侧面你这个侧面吧，吓死人。还可以还可以，我看到这个侧面我掉头我就走了，还可以，讲道理，360度无死角，再展现一下波浪大小OK， 完成度很棒，多少？哎，这个白衣服比较配。这个我觉得这个，这个感觉还可以。你想怎么讲？要给你打。他就比较干净利落。哎，这个好看。这个是你觉得好看，但我觉得对。我觉得还是这个，你别搞啊！别搞啊！我怎么搞？怎么讲？他有这样的服装，怎么搞？怎么讲？那他有这个服装啊！行，你不要改变他。我觉得我不改变他，我觉得非常好，非常的好。好 ，OK， 各位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会啊。蛇皮起飞棒，